此刻是愉悦的大家，我是 Lemon， 各位看客老爷们福晋啊。昨天一杠二分组最后两场比赛打完了，最终是 WBG 和 Team Liquid 晋级下一轮。下一轮二杠二分组对战也出来了，一共三场 BO3， 谁赢谁进八强，谁输谁就回家。大家记得收看。那下面咱们就来看看昨天选手们的高能操作吧。APA Nico 阿善开四人完美开团结束比赛，在 Team Liquid 对战 GM 的第二场中，23分钟领先一万多的 Team Liquid 推上高地，此时 GM 还在誓死守卫，但是 APA 已经起了杀心，放出假身冲进人群，一个阿善大起四人，然后梦魇飞鳄鱼冲，转眼间 GM 就倒了一片，这波终结团战 APA 开的太精彩了。两路的 GM 肯定得开一波了呀，来了 APA 先来三个，哦呦，完美团瞬间爆炸，收汁了，双 C 瞬间被融化。呼吸哥纳尔能扛能打能开团，一扛五一拍三，在 WBG 对战 Fnatic 的第三场中，23分钟 WBG 开大龙， Fnatic 过来准备拼命，此时呼吸哥纳尔果断上去拦人，结果遭到 Fnatic 五人围殴，扛住伤害翻手一拍三，佩克他在大招控制直接拉满，然后小虎狐狸打破武器，魏又想进来抢龙，好在他在手够稳守住了大龙，随后团战和幽门刀在乌鸦闪现冲脸，结果被呼吸哥 W 纯银一巴掌拍死，乌鸦一刀 Fnatic 团战就打不了了，后续小虎狐狸和他在心思一路追击，便把 Fnatic 剩下三人全部干掉，这波打完 WBG 就已经锁定了比赛胜局。先把对方的打野赶走 ，Razer 这边的呼吸在那儿去赶，不让你呼吸，这个位置卡的还不错，被锁了起来。呼吸要被秒了，呼吸血手推三个，狐狸这边切入，先打对方的前排，被被逼退了，加刺一次卷飞下角龙，没有问题，蝎子拿到了位，以及大龙，后面的这边的乌鸦在前排很能顶，但是后排一直跟不上输出，又被呼吸盘晕了，那拿到这个人头。小虎再一次的刷新自己的灵魂突袭，他的也是顶到了后排，结束了。灵幻五，完美团。灵幻五。Fnatic 瑞尔武器辛德拉完美 combo 真是赏心悦目，在 Fnatic 对战 WBG 的第一场中，33分钟双方野区碰头，刘青松顶在前面被蝎子大招钳住， Nova 维鲁斯 Q 接普攻，刘青松就这么没了，后续呼吸哥闪现红龙咬，但 Nova 有进化，此时 WBG 还要打，结果就被俊的瑞尔闪现 WI 控住三人，辛德拉跟上推球武器跳进来敲晕，这三人瞬间没命，剩下一个呼吸哥也没什么用了， Fnatic 就直接一波赢下了比赛，这波 Fnatic combo 配合真是太漂亮了。但是要闪的，刘青松能不能开起来开吗？先定一下蝎子，但刘但是呼吸这边已经露头了。呼吸的位置到了，但是刘青松直接死了，闪现咬，逼出一个进化，对方的 ADC 是没有双招的。后边贾克斯踢过来了，贾克斯来了，贴三个，贾克斯进来，哇，这个意在沾耳，直接拿了一个三杀，太完美了。里外带球阿闪段位移超帅操作震惊全场，在 GM 对战 Team Liquid 的第一场中，12分钟里外先是在野区逮到了瑞尔，几拳下去配合三环被动，这 CoroJJ 压根扛不住，残血赶紧回塔， APA 小破也赶紧过来给个大招把里外推走，但是斗嘴的羊肉怎么可能轻易放走呢，于是里外选择绕后围堵过来续 Q， 先打小炮，因为发条到了，随后发条拉大，里外看准小炮 W 一个闪现空中打断，卷死辅助留下 APA， 然后红 buff 粘住 Q 技能打闪追到塔下一个惩戒直接沉死APA， 里外这波带球阿闪也太帅了，这边想追着打一下，打一个三环，哎，要秒要秒，靠这些没有吃过这种铁拳哈，里外上来有闪，但是发条也包过来了，直接推走，这好像有点不太好跑了呀，你走吗，问题是 Q 还空了，哇，很细节，还在拉扯，哎，我在打你三拳，哇，这么帅，闪现运球。啊 ！AP 也要死，有点帅啊！哎呀，不是我这个魏加发条也玩出了梦魇加发条的感觉吗？呼吸哥武器救命开瑞 Light EZ 输出拉满豪取四杀，在 WBG 对战 Fnatic 的第二场中，22分钟刘青松若看到魏不选择走，还把 W 交了，结果人家直接大招断你爆炸果实，兰博女枪后手给大，刘青松直接被秒，刘青松倒了，这他的蝎子也钻到了死胡同，眼看 WBG 要大崩之时，呼吸哥武器没有卖队友，而是跳到四人脸上开出大招双抗拉满，打残打野闪现给晕 Light 跳过来先收下魏，然后再干掉 AD， 此时小虎发条也拉中两人，呼吸哥和 Light 全部跳脸开始收割，杀掉辅助晕入中单 Light 收起刀落拿下四杀，这波打完 Fnatic 就大势已去了，呼吸哥真是救了 WBG 呀。哎，被举起来了刘青松，哎，他的怎么他的怎么一进去了，完了，这个位置他的这个位置没闪到，贾茨过来有机会吗，反正都遇到很多
闪现，发条还有杀到了，已经切过来，诺艾是一自己，这波夹刺跟赖特肯德收割，呼吸赶过来，小虎也在杀，一贼收到一个四杀，漂亮，这波呼吸赖特还有小虎，微博的三 C 站出来了，是的，后续的残局处理是非常完美啊。节目的最后呢，各位看看老爷都懂的，别忘了给弹幕点个赞，关个注吧，我们相约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